如果摸你，你会是什么反应啊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乱来啊！景玉玺的呀，有点意思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朋友啊，嗯，他看见一个男生的时候，总是会变得很奇怪。他以前特别讨厌那个男生，因为他总是折磨他。干什么？请你现在出去，立刻马上要在一周之内清理干净所有的玻璃。你在干什么？ 最近吧，他不仅有点习惯了，你胃不好，不能喝冰水。你的手脏了，你现在在哪？还甚至愿意为这个男生付出的更多。别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小航哥哥，别怕，我来陪你了。我朋友不会是有受虐倾向吧？而且最可怕的是，他最近会时不常的感到心悸啊、发烧啊。 你的那个朋友啊，他是不是最近就总想和这个男生在一起？不在一起的时候呢，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想念；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如果靠近了，还会感觉到脸红、心跳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的这个朋友病了，而且病得非常严重。那怎么办？去恋爱吧。